大家好，我是陶乐斯。然后已经五月份了，就是有进入夏天，感觉超热，这几天都30几度吧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今天来帮林乐乐剃毛。对，虽然已经帮他剃了10年了，可是就是每次都是随心情，就不知道剃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林乐乐剃毛前跟剃毛后会是长怎么样吧。来，乐出来，剃毛出来。首先呢，我在帮他剃毛的时候会有两个工具。一个就是一般的剪刀，然后一个就是剃毛电动的，对，因为慢慢剪，剪到晕倒。哇，你的毛也太多了吧！突然想到是要先帮你拍个 before 吧。看 before， 好，这是 before， 然后还有很长的时候。OK， 来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。哇塞，你毛也太多了吧！看到就热了。哇塞，你毛真的是超多的啦，都要剪出了一个你的体积了。但是你突然变得好奇怪哦，没有怕头乱掉，可以剪到它，我会用膝盖撑住它的下巴，让它怎么样？胸口这边的毛我不太敢用撸的，因为它胸口这边有一个部分，我很怕我去撸到它的。哎，都已经帮它剪了10年了，我感觉手抖，真的害怕。乐乐，你怎么一脸无辜的样子？接下来呢，剪一下你的身体。好笑，我来剪乐乐的脚的时候呢，它刚会自动伸直。还没，你不要一直想要上你的床好不好啦？还没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问大家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嘿嘿嘿，这样可以。啊！牛仔啊！满天的棉絮，不要动。啊！你的屁股附近，大便尿尿的地方，不要动。那最后检查一下尿尿的地方。嘿嘿嘿嘿。